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哈佛中国史》的第二卷《南北朝》，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陆威仪。作为一本由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书籍，本书最大的特点是语言简洁、视角独特。普通的历史书总是聚焦上层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动态。 在这样的叙事中，帝王将相的作为占据了大部分篇幅。这本书不一样，作者不以重大事件为主线，而是关注社会风俗、城乡生活、宗教信仰等微观领域，力图还原一个时代的日常图景以及人们的所思所想同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本书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叙事层面，而是将政治经济。 社会变迁和文化风俗融为一体，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举个例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山水诗，兴于南北朝时期。原因何在？一般学者会从文体演变、文学观念发展的角度去探讨。本书作者则认为，这同人们生活经验的拓展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曾经长期在北方，诗人也大多生活在北方，他们描绘的自然是北方的人和物。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世家大族纷纷,纷渡过长江，移居南方避难。南方的山水同北方有很大差异，这带来了十分新奇的体验。诗人们把这种体验用诗歌表达出来。 孕育出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这些新颖的视角给了那些熟悉的事情不少新意，这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接下来我将分四个部分讲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南北朝的基本政治状况；第二部分，长江流域成为新的农业中心和文化中心。 第三部分，世家大族的兴起和没落；第四部分，南北朝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先来讲第一部分，南北朝的基本政治状况。任何时代，政治都是框定社会生活风貌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要素，南北朝时代也不例外。所以，要谈南北朝的社会变迁，它的政治风貌自然是首当其冲。 先来解释一下“南北朝”这个词。通常所说的南北朝是指从东晋灭亡到隋朝统一天下那段时间。作者的看法有所不同，他从东汉末年讲起，把三国两晋时期和南北朝时期以及后面的隋朝全部囊括进来，统称南北朝。换言之，本书涵盖的其实是汉唐之间的那段历史，时间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 到公元六一九年，隋朝灭亡，跨度长达四百三十多年。这虽然有点反常规，但也不无道理。因为在作者看来，这四百三十多年里，除了西晋和隋这两个短命王朝，中国一直处于分裂之中，而这种分裂又主要表现为南北对峙，所以用南北朝来概括是合适的。那么， 这种南方和北方划江而治的局面起于何时呢？答案是东汉末年，公元一八四年，今天的河北地区爆发了黄巾起义，很快席卷北方，朝廷慌了，号召各地组织武装自行抵抗，这就使地方势力趁机崛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军阀，所以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也是割据局面形成的过程。 黄金起义被镇压后，朝廷无力管控地方，导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最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逐个消灭各地军阀，平定了北方。此后，曹操的儿子曹丕取代汉献帝，自立为帝，定国号魏。与此同时，蜀汉在四川站稳脚跟，东吴则占据江南，双方联手，凭借长江天险抵御强大的魏国。 第一次南北对峙的格局基本形成。公元二六三年，魏国灭蜀汉，不久，魏国江山被权臣司马氏家族篡夺，改国号为晋。公元二八零年，西晋灭东吴，完成统一大业，南北对峙暂告一段落。可惜好景不长，司马氏家族靠篡位起家，非常害怕权臣如法炮制。 于是，他们将一大批同宗子弟封为诸侯王，以拱卫皇室。可此举纯属自掘坟墓。从公元二九一年起，陆续有八个诸侯王争夺皇位，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持续了十六年，西晋国力衰退，人心涣散，北方游牧民族趁虚而入，西晋灭亡。为躲避战火，世家大族迁居南方。 并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拥戴皇族司马睿为帝，史称东晋。东晋的疆域基本局限在江淮以南区域，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隔江相望。这是第二次南北对峙，这次持续的时间很长。公元四二零年，权臣刘裕废黜晋恭帝，自立为帝。此后，南方经历了宋。 齐、其梁、陈四朝绵延近一百七十年，期间这些南方政权也曾举兵北伐，试图收复中原，但收效甚微。北方的情形则更复杂。西晋灭亡后，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国家，史称十六国。公元四三九年，北魏灭北凉，统一了北方。又过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 杨坚建立隋朝，公元五八九年，隋军渡过长江，灭掉陈朝，结束了第二次南北对峙。从西晋灭亡算起，此次对峙长达二百七十多年，并且隋朝的统一也没能维持多久。隋炀帝时，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直到唐朝才重新实现统一。 那么长期的南北对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就是第二部分要讲的内容。长江流域成为黄河流域之外古代中国又一个农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先来讲农业中心。早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就在长江流域生根。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楚国的崛起，南方得到了大规模开发，经济文化。 都有发展，不过，相比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仍然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据统计，西汉末年，长江流域的居民只占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南方广大地区遍布山林和沼泽，人迹罕至。东汉时期，人口开始向南迁移，尤其是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连年征战，南方则相对平静。 逃难者蜂拥而至，这个过程延续了几百年。到隋朝统一中国时，长江流域的户籍人口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为了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人们砍伐山林、排干沼泽和池塘，大力开发耕地。南方水资源丰富，适合种植水稻，于是稻田遍地开花。这带来了两个重大影响：第一，精耕细作。 成为中国农业的典型特征。相比小麦，水稻种植更加繁琐，灌溉、育苗、松土、移植、除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去除气候因素，水稻产量取决于单个农民的水平。一个勤劳能干的农夫可以将亩产,产量提高到很高的水平。因此，中国的传统经济非常依赖这些熟练农民。第二。 稻米成为中国人的主食，随着稻田的广泛种植，越来越多的南方人食用水稻，北方部分地区也种起了旱稻。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录有三十七种水稻，还详细描述了种植方法。这说明，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水稻种植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后，江南发展成鱼米之乡。 自北宋开始，京城粮食的主要供应地就在江南地区，这个基础正是南北朝时期打下的。可以说，长江流域继黄河流域之后，成为中国又一个农业中心。再来讲一讲长江流域如何成为文化中心。秦汉时期，文人的目光集中在以都城为中心的黄河流域，作品以描绘皇家宫殿、帝王生活为主。 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就用华丽的词藻对皇家园林，也就是当时的上林苑，进行了渲染。杨雄的《甘泉赋》同样以夸张手法描述了汉成帝在甘泉宫祭祀天地的过程。总之，在汉代文人的眼中，都城既是帝王居住之地，又汇聚了文明精华，应该大书特书。 其他城市只是对都城的拙劣模仿，至于南方被视作蛮荒之地，不值得关注。这种情况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变化。东吴定都南京后，积极开发江南地区，使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西晋末年，中原的世家大族纷纷渡过长江，躲避战乱，史称“衣冠南渡”。这些大家族不仅建立起东晋政权。 还将中原的文化传统输入南方。另一方面，南方的自然风貌也拓展了这些北方移民的视野。他们在乡村兴建园林和别墅，像东晋名臣王导、谢安都有私家园林。他们处理完朝中政务，就来这里休息和放松。有些人干脆选择隐居，在山水间流连忘返。这种不同于北方的生活经验。 给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就是典型例子。谢灵运出身陈郡谢氏，祖父为东晋名将谢玄。谢玄在会稽郡始宁县，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嵊州，建有别墅。谢灵运继承后，大规模扩建，升级成始宁庄园。始宁庄园依山傍湖，风光秀美，堪称江南园林早期的代表作。 谢灵运还作有《山居赋》，描写了始宁庄园的风貌以及他对隐居的向往。值得一提的是，《山居赋》采用了汉赋的形式，描写的却并非宫廷生活，而是谢灵运的私人生活和个人感受。这在文学创作上是一次突破。这种对个人性格的高扬，成为谢灵运作品的重要特点。这就难怪同样个性鲜明的李白会对他推崇备至。 公元四二零年，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刘宋王朝。谢灵运继续被任用，出任永嘉太守。永嘉郡囊括了今天的温州、乐清、瑞安等地，这里山水秀丽。谢灵运花了大把时间游山玩水，足迹几乎踏遍永嘉的每一个县。每到一地，谢灵运都会吟诗作赋。这些诗歌将写景、叙事、说理。 融为一体，同《诗经》《楚辞》及汉乐府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题材——山水诗由此诞生。谢灵运被尊为山水诗的鼻祖。南方的山水不仅孕育了诗歌，也是艺术的温床。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无锡人，自幼钟情于山水，领略了长江流域的名山大泽。 他创作的《庐山图》《山水图》等，描绘了山川自然之美。顾恺之也因此被誉为水墨山水画始祖，为山水画在宋代的兴盛打下了基础。另一位艺术大家则是王羲之。王羲之来自山东琅琊的王姓家族，俗称“琅琊王氏”。父辈为躲避战乱，避居绍兴，所以王羲之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在江南生活。 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他的书法笔触细腻，结构多变，同婉约曲折的江南风貌相呼应。王羲之为书法这门艺术树立了标准，他本人被誉为书圣，是后世书法家学习的榜样。这也使南方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谢灵运也好，顾恺之、王羲之也罢。 都出身于世家大族，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历史，所以接下来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世家大族的崛起和没落。东汉中期形成了一批世家大族，他们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世代在朝为官，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最终由曹操统一北方，就离不开世家大族的支持。东晋时期，以琅琊王氏、陈俊谢氏为首的大家族，更是架空皇帝，把持朝政，成了实际上的掌权者。用本书作者的话说，南北朝时期是世家大族的黄金时代。那么，世家大族靠什么让权力代代相传呢？答案是九品中正制。 根据该制度，所有官职被划分为九个品级，由朝廷委派的官员，也就是中正官，到地方选拔人才，评定品级。评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这看起来很公平，可是，在那个时代，有条件接受良好教育、修炼个人品行的，基本是世家子弟。于是，家族背景就成为一个人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官的关键指标。 世家大族借此垄断了中高级官职，把九品中正制变成了贵族世袭制，平民只能在基层当差，干得再好，顶多也就是个芝麻官儿。这一方面阻碍了社会流动，使寒门难出贵子；另一方面，也孕育出了独特的贵族文化。为了显示自身的高贵，世家子弟不屑于谈名利、谈政治，认为这些都太俗了。那谈什么呢？ 玄学主要指《周易》《老子》《庄子》这三部典籍。世家子弟聚在一起，各自谈一谈对老庄哲学的体会和认识，这叫做清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描绘了一群世家子弟在绍兴兰亭这个地方举行清谈集会。一个人必须在清谈活动中表现出卓越见识，才会被精英阶层接纳。 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东晋时，张平借助祖父是苍梧太守的关系踏入官场，起初他受人轻视。直到有一天，张平参加玄学名家王蒙的清谈会，指出了王蒙言论中的错误，震惊四座。张平立刻被举荐为太常博士，后来做到了司空长史的高位。清谈不一定要高谈阔论。 有时候一两个金句就能体现说话者的名士风度。所谓名士风度，指一种洒脱、博雅、处变不惊的气质，是世家子弟的标配。谢安堪称这方面的表率。《晋书》记载，淝水之战时，晋军在前线同前秦军队血战，身为大都督的谢安却躲在别墅里同朋友下棋。深夜战报传来，谢安扫了一眼，继续下他的棋。 朋友忍不住了，问：“战事如何了？谢安这才回答：“哦，小儿被打败了。敌人神态没有丝毫变化。”《世说新语》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东晋权臣怀温设宴款待谢安，并想趁机杀掉他，扫除自己篡位路上的绊脚石。谢安明知是鸿门宴，却毅然前往。宴会上，他举止从容，还吟诵诗文。 怀温被谢安的气度镇住了，打消了篡位的念头。不过，清谈也是一把双刃剑，世家子弟由此养成了重文轻武的习气，不愿意从军。结果，参军成了寒门子弟的出路。东晋后期，平民出身的中高层军官占据了半壁江山，军权也从世家大族转移到平民军官手中。公元四二零年。 平民军官刘裕以武力为靠山，逼死晋恭帝，建立刘宋王朝。这标志着南方世家大族的黄金时代画上句点。因为这之后两百余年，统治者多是军人出身，对世家大族采取压制政策。表面上他们还能担任高官，但没有实权，还受到严格的监控。前面提到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就因为叛逆罪。 被宋文帝杀了。上面是南方的情况，那么北方的世家大族遭遇了什么呢？答案是被排斥在朝廷之外。这同北方政权的性质有关，也就是作及作者所说的军事王朝。我在第一部分讲过，八王之乱后，北方陷入混乱，游牧民族趁虚而入，前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统称十六国。 这些政权的开创者是游牧民族的军事领袖，他们依靠军队维系统治，不受世家大族约束。世家大族无缘参与朝政，就把精力用于深耕本乡本土。以柏林崔氏为例，柏林即今天的河北安平，汉代设柏林郡，崔氏是当地望族，出过不少高官。西晋灭亡后，崔氏在家乡购置田产，与富户联姻。 并为乡亲提供保护，久而久之，发展成当时最富有、最强大的地方家族。这促使家族观念发生变化。从前，为朝廷效力是世家大族的理念，而现在，忠于家族和家乡，发展家族事业才是世家子弟最重要的职责。至于朝廷的利益，靠边站吧。受此影响，有一百多年时间，柏林崔氏没有一个人出去当官。 不过，历史迎来了转折关头。公元三九八年，鲜卑族建立北魏政权，经过几十年征战，逐渐统一了北方。孝文帝登基后，总结历史教训，认识到必须改变军事王朝的性质，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公元四九三年，孝文帝宣布迁都洛阳，进行汉化改革。他要求鲜卑贵族穿汉服、讲汉语、同汉人联姻。 实现民族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拔世家子弟，利用他们的儒家文化知识来管理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崔氏成员陆续走出家乡入朝为官。这些人往往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这就是家族利益出现裂缝，很难再得到维护。公元五三四年，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崔氏成员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还出现了。 亲人反目、断绝关系的人伦悲剧，在这场大动荡当中，不少世家大族同崔氏一样四分五裂。既然家族不再是坚强后盾，甚至成了政治斗争的场所，世家子弟就更依赖朝廷给予的官位和俸禄了。于是，家族利益高于朝廷利益的理念被颠覆，忠于朝廷重新成为最高准则。 这反过来削弱了世家大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而孝文帝的另一举措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北魏中期，不少家族已成为坐拥大量田产和佃农的豪强，这对朝廷的统治构成了挑战。公元四八五年，孝文帝实施均田制，允许农民不必经过豪强同意开垦并占有荒地，于是佃农纷纷离开豪强，自主开荒，当起自耕农。 自耕农直接向朝廷缴纳租税，这就瓦解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迫使他们更加依赖朝廷。纵观世家大族在北方和南方的发展和变迁，可以看到，他们都被各自的朝廷所控制和吸收了，没有像欧洲那样形成相对独立的贵族社会和贵族传统。好了，讲完世家大族，我将进入第四部分。 讲一讲南北朝时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都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生存不易。从东汉末年起，战火连年，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灾难。曹操在《蒿里行中》中记录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是这种惨状的真实写照。直到东晋在南方站稳脚跟，北魏统一北方，老百姓的日子才算好过一些。即便如此，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想活下去也并不容易。陶渊明的作品就反映了这种状况。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年，做过县令，后辞职归隐，靠种地养家糊口。他写了不少诗，记录农耕生活，开创了田园诗。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一点儿也不浪漫，反倒是充满了艰辛。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你看他，早晨下地干活，忙到月亮爬上来才扛着锄头回家。就算辛勤劳作，也无法保证收成。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辛辛苦苦种豆，结果呢，杂草茂盛，豆苗却很稀少。而且烈日、蝗虫、狂风暴雨都可能毁坏庄稼。所以啊，陶渊明常年吃粗茶淡饭，挨饿。 是常事儿。面对生存的困境，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开始投向宗教，寻求精神的安定。这就是本土宗教道教流行起来。对平民来说，影响力最大的是所谓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发源于四川，尊奉老子为教主，用巫术帮信徒去病消灾。凡入教者要缴纳五斗米，所以被叫做。 五斗米道，三国两晋时社会动荡，民众为求安稳，纷纷入教。五斗米道的信徒很快遍布南北，成为相当活跃的民间宗教。五斗米道对底层民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但士大夫不吃这一套，他们更相信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教学者。葛洪自幼钻研《易经》《道德经》道家经典，造诣很深。在《抱朴子》一书中，他主张。 人应该一面培育体内的积极因素，一面吸收外部的积极能量，达到修身养性、长生不老的目的。具体方法是归隐山林，摆脱尘世喧嚣。在葛洪的基础上，形成了茅山道派。它更系统、更优雅，为士大夫推崇。茅山道派第九代传人陶弘景，还曾得到南齐和南梁皇室的赏识。 道教的另一个分支新天师道则在北方迅速发展，一度吸引了北魏皇室。公元四四二年，北魏太武帝皈依道教，自称太平真君，此举开了统治者尊奉道教的先河，影响深远。后来，唐朝皇帝就追认老子李耳为始祖，扶持道教。宋真宗和宋徽宗也崇尚道教，宋徽宗还自称道君皇帝。 不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来不可能被单一宗教垄断。事实上，道教的势头很快被另一个宗教，也就是佛教所超越。东汉中叶，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起初只在小圈子里流传。西晋灭亡后，却如火如荼，从皇室到精英，再到民众，几乎通吃所有阶层。佛教何以获得大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符合统治者需要。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是靠武力建立的，本身缺少合法性，而佛教僧侣能制造神迹，神话皇帝，有利于巩固统治。石勒创建后赵政权后，拜高僧佛图成为师，向民众宣讲佛法，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前秦皇帝苻坚更是虔诚的佛教徒，把弘扬佛法和巩固统治联系起来。 他将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带到长安，命其翻译佛经。鸠摩罗什历尽数十年，把《金刚经》《阿弥陀经》《般若经》等大批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北魏太武帝虽皈依道教，但他的后代却尊奉佛教。北魏皇帝把自己说成是佛的化身，有权统治国家。他们兴建寺院。 还在洛阳附近打造龙门石窟，经过四百多年营建，龙门石窟成为世界上石雕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群。南朝梁武帝同样将佛教的效力发挥到极致，他标榜自己要像佛陀那样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为此，梁武帝大建寺院。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绘的。 就是这番景象，有了统治者的扶持，佛教在民间的发展非常顺利。鼎盛时，北魏境内有三千多座寺庙，两百多万僧侣；南梁的佛教信徒也有百万之众。但老百姓也不是任凭统治者摆弄的玩偶，他们皈依佛教有着很现实的考虑，比如，出家人不用向朝廷缴纳赋税，这使不少家庭主动将男孩送入寺庙。 这其实是逃避税收和劳役，女性出家则可以逃避封建婚姻，这让受到严格束缚的女性多了些选择权。实践层面，民众的态度也是相当的实用，他们不关心《金刚经》怎么说，而是按照自身需要，不管道教还是佛教，有效果就信。所以在农村地区啊，信徒拜完观音菩萨再拜太上老君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这逐渐形成了中国民间宗教的鲜明特色，将佛教、道教以及任何宗教元素融于一体，共同供奉。这一特征我们今天仍然能看到。在这里，四个部分都讲完了，南北朝的历史也进入了尾声。公元588年，隋朝大军渡过长江，消灭陈朝，实现了统一。 不过，南北朝带来的变化已不可抹去，深刻地影响了隋朝以及后面的唐朝。那么，南北朝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哪些遗产呢？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许多人移民南方，逐渐达到全国人口近百分之四十，这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打下了基础。制度方面。 隋唐都继承了北魏创造的均田制，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府兵制，也就是一种农兵合一的军事制度。最后，尽管世家大族始终被朝廷控制，但在隋唐时期，他们依旧是特权阶层，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是隋唐社会跟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同。好了，哈佛中国史南北朝就讲完了。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